我们日本花道里面最讲究的就是三个理念，天地人，这个松叶就是我的人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构造给加上来。天地人的概念也呈现出一个静雅美真和的五个境界。那今天我用了这个树枝呈现花道里面基本的原始的概念。接下来我将我的天给呈现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，用的是圣诞梅。接下来我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圣诞红。我现在先把这个线条给做出来，待会儿我会再修饰一些花，将一些比较多余的叶子啊，甚至一些花瓣，我们都要能够一个取舍。有时候我们就要学到了就禅修的一个境界，取一舍之间的一个决定。基本上我所插好的花，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条，也呈现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日本花道的一个概念。